昨天教你画的画学会了吗？我们今天新的内容，准备颜色，白、翠绿、白色、桃红色，左边平扫加一点太青蓝，右边加一点紫色，非常的简单。勾线笔竖向画树枝，这个一看都会了，点上很多的叶子，也不用分层次，拿出模子轻轻拍一个小鹿，很简单。右边也是一样画树枝，这个树枝里面加一点橙色，太青蓝黑，用到桃红色去提亮樱花树的感觉。还是拿出模子，用的是彩妆蛋，轻轻拍，拍好之后就可以拿走。画很多飘落的樱花的叶子，很简单。这次你学会了吗？我明天继续画，拜拜。